主侧肋骨下，左后肋骨处的那个痛啊，我又看到那个，又看到，又看到，肺结肠，放下了我的雕像啊，又看到肺结肠放下我的雕像啊，正在放啊，正在放，这几天就忙那个事啊，放完以后，肚子准备好以后。核电厂的那个前期沉降就消失了啊，其他一个军事基地或者什么其他一个设施，消失的话，并不引人注目。但一个核电厂消失的话，哇，这个可以把人吓坏了啊，不知道怎么处理了啊，这个就不知道怎么处理了啊，这个埋也埋不着啊，因为意味着那么多，就各个地方都消失掉了。 即使有的国家擅长于隐瞒，但看到其他国家纷纷的，报道，说核电厂不见的话，那你报不报都无所谓了啊，已经有其他国家报啊，所以这个就是，把人给吓着了啊，然后就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啊，大家都在寻找，哇，后来在互联网上找到了，哎。 哎，好哦，后面的发展情节是故事发展情节这样，哎，好，知道了，哎，再见，哎，再见，哎，再见，嗯。